那一半都没进来吵醒我。戴墨镜睡觉？哎哟，我发梦我在海边晒太阳，你不给是吗？我住你的哈浪社又放白痴版 ，Kiyomi 又放不要脸，你害到我真的是没有脸了哦。哎呦，你懂什么？这种东西哦，叫做技巧。然后你就是要放那种奇奇怪怪的名字哦，好像你放白痴版、不要脸版，人家才会去看吗？哦，可是哦，你这样放哦，会害到我没有脸了耶。哎呦，就是要搞笑嘛 ，Why so serious？ 哎呦，你也可以不要放哦，那些白痴啊，又不要脸，你真的会害到我没有脸，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。OK， 你讲，你有什么方式？我有一个建议，就是哦，以后哦，你要拍什么戏哦，后尾哦，一定要加，然后挂虎标年加白痴版，这样不是可以了咯？Why so serious？ 不知道我们正在说什么吗？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，就去订阅我们的 YouTube， 或去看我们更多的影片吧。三。你终于拿枕头进来。怎么？哎呦，怎么你的哈浪是哦，又放白痴版，然后我可以哦，其实你可以不要放那些不要脸啊，白痴版、啊。没有，你不是讲到什么？看啊？你不是讲到什么？可以。不要。哦，我有一个建议，就是以后哦，你拍什么戏哦？后尾都加不要脸加什么嘞？没。